好的，台湾时尚电影在国际影展传来了好消息，由金马影后陈淑芳、金马新科女配角王渝萱一起演出了微电影《时光机》，入选了包括威尼斯时尚电影节、洛杉矶国际时尚影展等欧美八个国际时尚影展，其中还在柏林女性电影节获得独特女性之声的金奖，且陈淑芳也入围了英国时尚电影节的最佳女主角。其实这一部微电影很特别，是由台湾在地的品牌设计师郭伟的设计团队来监制，找来拥有电影背景的团队制作，将系列的服装发表以微电影的方式呈现。影片以台湾的传统伽马屌文化元素为背景，关怀女性议题。如今微电影在国际传出了好成绩，也让更多人看见台湾。以上就是我们掌握到的讯息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